八年抗战，没有说的，真正的能找个地方训练没有。后方训练就是等于就是战场了嘛，啊，草场就是战场。20岁出去，到一场头天到一场，第二天飞机就来炸一场，即使架飞机就要炸，那就等于上了战场了。我到了真是部队嘛，就发枪了嘛，我就发枪了嘛。 换衣服这就上战场，我专门扛枪身，我是谁时候我就专门扛枪身。那个枪身都是20公斤、40斤，你儿。 要测量20公里，一眼一看就估计有好远距离，磨测的嘛，啊，我们一个拳头就是现在的那个，那个尺子，我们走的步子就是3步就是2公尺，要测量距离的话，走3步2公尺，30步20公尺，就速度测量。 黑了往西，那关西就在北斗星这边。北斗星它始终是在北方，你还要越黑路，你走，你晓得哪方是南，哪方是东，哪方是西，哪方是北，是没数不平。光面就是阳山地貌，就向南；北面和阴地貌就向东。就是8年，我没有离开过战场。 没有离开过战场。